这样子。你不要喊，你喊了他就怕。这里什么有点点？姐姐也好勇敢。哎呀，妹妹，不能踩呀、啊，他是小宝宝。我请他的。宝宝。我请他的名字叫好好。他叫你放手手上面。你们，我都没闻到，不关门，阿婆在外面。拉开走，打柴门先拉人走。准备等麦咯。来，放手手上。叫姐姐放手上。叫姐姐放手上。不扯衣服。你这次是没打药吧？快。